请大家靠左。好，家属来献花。一人拿一支玫瑰花。大姐姐来。我们待会就要盖棺，趁这个时候，趁这种最后的话跟奶奶讲。就这个时候。这边放哪里都可以。都可以，放到他身上就可以。放到这边就可以了。现在就可以放了吗？对，一个一个按顺序来。那个孙子们进来好不好？啊，跟妈妈讲两句话啊。好，现在孙子们可以进来了，来献花。放好就可以了。好，放好以后到地方。好，行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到后面，他们可以。好，我们所有家人上来，请靠近一点。来，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，需要求火葬。谁拿走了？他们就够了。那就不用了。哎，牧师要。